你看，你成功卷出来啦。OK 的 ，OK 的。打闪了。打闪了，然后用 Pentax 17夜景。夜景，夜景要用。要打闪的。要打闪的夜景。要打闪的夜景。不行，因为夜景，如果你前面没有要拍人的话，就不用打闪。不用打闪，所以用夜景。对。要用 P 吗？用夜景就好了。夜景有 P 吗？有 P 跟夜景。用夜景就好了。夜景要用脚架来吗？用相机的夜景模式。要过片。要过片，对，我都忘记过片。Pentax 17。夜景没有打伞。它不是它长曝一下子而已啊。对啊。我以为它长曝很久。没有。好，那就好 OK 啊。东西不用拿也没关系，不用脚架也没关系的。就你只要保持很稳，搞不好也不用晃。是。对啊。没有脚架的。居然有人下班还加班来拍底片，太优秀了吧，孩子。这个是夜景模式。对，我先用了夜景，我先用 auto， 然后夜景叫脚架，跟夜景没叫脚架。对，还要打伞呢，夜景打伞。要现在要夜景打伞是不是？对，现在换夜景打伞。那你去前面吧，我拍一张夜景打伞的。我吗？对啊，你 model 啊，来吧。夜景啊。对啊。底片的红楼。先 auto。太多人。然后再夜景模式。夜景没打伞，然后夜景打伞。对，夜景有分。还有分那个脚架，脚架跟手持。但是红楼这边其实，我觉得旁边的 Nike 照得很亮，太亮了。对，照很亮，还不错。拍万年会比较暗一点吗？还是万年也超亮？万年应该也亮。好吧，台湾其实没有夜景，到处都亮。对啊，现在大家都迷拍，大家都来。可以啊。那到万年的晚上拍一个万年，那就有人才要打伞，对不对？对。Auto 要吗？夜景就是。夜景就是。用风景就好了。对，风景就好了。好。走吧，我们去万年吧。你知道我的 YouTube 上一支影片有拍到你的座位。对啊，就是我有拍空空的座位，就是纪念我的好朋友。没有差，因为闪灯打不到那么远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打闪灯。P 跟夜景。对啊，因为夜景的时候，夜景没有，我都不会用闪灯。对，就是夜景是光亮比较多，对，快门比较长，对。你说你自己频道的面还是那个？我自己频道的、啊、那。可以看。哎，还可以闪哦。哎，会，还有灯哎。对啊。这样根本不需要打伞啊。打伞，夜景啊，夜景，我看也不用夜景，要不要自动就拍起来？不定现在用 P 跟液体，等它自全亮的时候。那我好紧张哦。它全亮会到一秒钟啦，所以你应该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整人游戏。焦距要用那个三的那个、喔。对。有中了。加班中的布丁、哦。好了。搞定。好，我们去拍那个车轨吧、欸。怎么没有动？那下面有距离尺，好可爱哦、喔。
色光了。那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车子现在可以拍，现在拍。第一块门测试，这样有了吗？有吧。三秒够吗？三秒够啊，因为五秒它就整个就爆掉了，对啊。好，第一块门测试三秒，到底有没有成功呢？好紧张哦，然后我还要再测试吗？好，第一块门测试第二张。等到有车子走的时候，等一下，阿美，车子要来了，准备哦。看画面中充满车子的时候，就把它拍下去。这好少哦。这样有点少哎。你等他们那个。对啊，他们多一点的。对啊。太少车了吧？这么早下班吗？大家真幸福。还是因为台风天，大家都提早去。对啊，你要这边把它拍掉吗？还是要去那个北门？你说现在是B块门吗？B块门要不要再试一下？好啊，B块门还是你是用长一点的，也不用担心啊。再长一点吗？对啊。耶、yeah, ，十秒钟一定很棒。耶、yeah, ，布丁终于拍完第一卷 Pentax 17的底片。那我要在这边把它卷出来喽。好啊，要卷出来才能打开哦。要先按这个。按着把它压进去。对，压进去。按下去。按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卷了。对，抽起来卷。对，有感觉到阻力吗？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没阻力，应该会阻力吧？会有拉动东西感觉。没有啊。嗯？没有压进去吗？这么压进去了吗？惊惊。对啊。这样子没有了。哎、欸。还有一张。哎、欸，又过一次片。是欸、可是我已经按回卷了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哦，这样子会重曝光。好吧，再卷一次。分拍。你说。压着。我压了，压上去，然后抽起来，然后卷，应该有阻力哦、喔，还是方向？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还是我再按一张看看？这样怕会重复曝光了。重复是什么？就是你原本拍好的，又再重新曝一次。为什么我不能卷呢？你卷卷看。居然拍得到，太神奇了。Pentax 17。Fujifilm X-E4。 你看我有拍到这样子吗？哦，对，你拍到哎、欸。好啊。可是到不了。我用截图的啊。